停的狂跳 It's what I do、wow!看得起朱碧石像吗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CTO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CTO 的老板罗志祥。可以在很年轻的当下就可以成为总裁了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跟别人说，哎，你的职业是 CEO， 哇！我觉得，我的中低音的部分还蛮自信。谁说？倒水。我是负责收垃圾的。我是负责总机。我是伙夫。我是吸地。我是负责扫地。所以他们加起来就是最重要的，对对。从我身上，对。从你们先说吧，哎，从你先说了，就到你了。努力不懈的精神。什么？你反对是吗？没有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他很做作，就是说像有的没的。哦，那我就实际一点，我比较喜欢负责老板的钱。我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个妹妹，然后她最爱的人就是郑伟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她还把郑伟的照片放在她的手机桌面上。那你这你心里面的感想是什么？不舒服。我都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朱碧石她，你知道，就是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她不会希望是有一个男伴在旁边阻碍，而且阻碍，因为没有人可以。可以攀得起朱碧石像吗？是啊，他是如神一样的，你知道尊敬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老板，我觉得你没有看错人。哎，要破功，不要破功。老板，我觉得我是幸福。是幸福的，我就是快乐的。老板，我觉得要照顾身体。谁会破坏身体的？照顾，每天要打指甲。老板，我觉得认识你我不后悔。我后悔。心情蛮好，这鸡表现得不错。马上各位呢也是会进到我们这个会场，开始大家的这个发布会。所以呢，我们想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寓意，就是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红色的气球，我们希望各位最后的这个终极挑战呢，就是捏爆它，代表着我们 CTO 这个男团的会红会爆。哎呀！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蓝 TV。